喜一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要有猴，我怕。哇！这个猴应该比上一把的猴要强一点吧？千场猴。他为什么走了？他为什么要走啊？我要心疼，就差一秒钟，早点好，这人早就死了。嘻嘻。再死了吧，差点一炮双杀，我刚才看到惊呆了，我以为我们两个都死了。再过去杀他，让他难受。发起进攻。哎，我绕到后面来了吧，你气不气？又要死了吧，交闪。啊，一刀，啊，再一刀，啊，一继续绕后，是吧？很聪明的从这边绕过来，哈哈！没想到吧？我又来了！跑不掉，有办法吗？可以，不上当了，这个人。哎，嘻嘻，他也嘻嘻别人，我的天，这个人太可怕了吧！我感觉我是鲁班的话，对人生也会觉得迷茫。嘻嘻。哎，他不能无限嘲讽啊，这就过了呀。他怎么又把鲁班杀了呀？嘻嘻。啊，这太恐怖了吧！就要最后一波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快点结束吧。先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们明天见。